社会上每个人一样都拥有居住权。今天游民之所以会变成无家可归、居无定所的状态，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劳动出了问题，这个国家的住宅体系出了问题，让这一群人即使努力工作，也只能就是处于一个贫穷的状态，无法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第二个问题是因为今天这些人之所以会破迁，也是凸显出我们的国家对于居住权的保障的不足。他们今天之所以会流落街头，就是因为我们的国家没办法提供每个人一个适当的处所，来让他们有一个安身立命，能够有尊严的生活，能够安心的去工作的地方。我是从民国九十八年底，我是出来流浪街头。我刚开始是在去228那边就很麻烦，警察常常会赶我们，甚至于刚开始的时候来叫我们说只能坐着睡觉，不能躺着睡觉。他常常会把我们的随身携带物没收走。我跟台湾大哥大一直配合的好好的，手机被他没收以后，变成欠人家99000块，现在连利息算出来不知道多少，我已经不知道了。后来又赶我们到车站去，车站赶得更凶，不是只有警察在赶，就是连那个保全还有清洁管理人员也随时在赶我们，叫我们不能那么早睡，那个东西不能放在里面，本来里面都还可以利用，后来又赶我们到外面来，外面又说不可以利用，赶我们到市政府的管辖区来，市政府的清洁人员也说我们不能利用，这样赶过来赶过去，我常常跟他们大吼大叫说，难道你要我们死？在维护我们兼有的一个生存权跟尊严方面，在103年台北市政府已经通过自治条例，那自治条例最主要就是希望维护我们兼有的一些就业，它的生理，还有另外我们一直努力的就是希望我们的兼有可以脱离街头的生活，它可以接受我们的服务措施，可以有租屋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但是我们的前提就是希望我们的亲友朋友们服务对象可以接受社工员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安排，也可以尝试改变不同的一个生活形态。那在此谢谢大家，谢谢。跟台北车站这一边的一个站长跟相关的工作人员，对于亲友朋友在那一边的一个栖息的一个活动或是一个状况，那他们原则上是给予一些尊重跟方便，所以在空间上面的一些维护，或是在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个提供上面来讲，目前其实是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状况。因为我们的柯市长在九月的时候强拆了龙脑户，当时都跟某一起站出来批评柯市府。十月的时候，柯文哲说打房会那个动摇国本，让我们的台湾经济出问题。我们看到是十一月的时候，今天我们的当事人来凸显这个制度问题的当事人，他也在台北车站遭到驱逐。那我觉得这显示的是柯市府从九月、十月、十一月这三个月以来，就居住政策，就他承诺过的终结强态破迁这一点来说是非常失职，并没有做到他承诺过的政策。今天十二月十号是世界人权日。世界人权日就是在纪念呢1948年的时候世界人权宣言的这个公布。那整个世界人权宣言的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人人都应该享有一个尊严生活的权利，人人都应该过一个尊严的生活。游民跟我们每个人都一样，也都应该过一个尊严的生活。为了这个体制在驱逐这些游民的这个政策呢，其实发生了非常多的问题。我们就来到这边，就是希望可以跟北市府呢，看能不能一起形成一种协调机制呢，来让游民也有个参与决策的机会。
当我们协助游民去看医生的时候，开了一堆的药回来，然后要去上班的早上要去上班的时候，我们把东西，他把家当跟药都藏在人家看不到的地方，可是呢，下班回来一样，整袋的药、整袋的家当、睡袋什么都不见了。难道真的说我们住在外面的人没有一个可以立锥之地了吗？怎么会我们因为没有地方放东西，我们就没有一个生存的空间了呢？找工作不方便，生活不方便，药物、身份证、所有的衣物、家当等等都要被当垃圾一样清掉。其实这是非常让人痛心的。我们不是在宣传台湾是最美的风景是人吗？我们应该一个友善的社会才对嘛。可是这个友善是建立在阶级，针对贫穷者就不是那么的友善的。在台北车站的游民，然后再利用说，我今天在台北车站里，我要把他从台北车站的管辖赶到了台北市政府的管辖区，然后呢，就不关我台北车站的事情。然后台北市政府的管辖看到游民朋友跟家当出现在那里的时候，我就再把他赶回来台北车站的管辖区。好，这样我台北市政府也没有我的事情。然后大家就这样互推皮球，互推皮球，然后就以眼不见为净的方式，长期要来处理游民与家当面临的这个弃屋危机，甚至已经走投无路了，仍旧是视而不见。第一项是第一，请台北市政府正视台北车站游民家当无处可放与公共空间被驱赶的问题，请台北市政府与台北车站以及卫福部等相关的单位来进行协调，在台北车站设置私人游民的私人可以放置私人物品的空间，与改进游民被驱赶的这个生存的一个问题。那第二点，我们也请台北，就是第二点的诉求是，请台北市政府依照两公约初次审查结论性意见的第20点跟第21点，关于台北车站游民置物需求的基本的规划或设置，以及基本的规划等等的政策，以及游民的等等的相关的政策，应该邀请游民以及重视此议题的民间团体来共同的参与。游民政策，游民参与，游民参与，游民政策，游民政策，游民参与，游民参与。